皆さんこんにちは。星野明日香です、この度、この作品を最後に、卒業することを決めました。なんだっけ。今までたくさんすごい、いろんな作品にチャレンジしてきて、結構辛いこととか、逆になんか思い入れになってることとか、もう全部含めてすごく、なんか良かったなっていう風に思ってきて、すごい一生懸命頑張りました。それで、今回は、最後ということで、ちょっと内容をたくさん、いろいろ楽しみなこととかも最後あるので、ぜひぜひ最後まで見ていただけたら嬉しいです。一生懸命頑張りますので、最後まで見てください。星野飞鸟 Hoshino Asuka， 1986年12月5日出生于日本新舄县百崎市。第一次看到他的作品时，就被他的特殊气质吸引了。他是娇小型的身材，身高只有152厘米，体重约40公斤，三围看上去比较单薄，但最让人印象深刻的是他那纯真无邪的少女脸庞，看起来像是16、17岁一般，身材更是二次元少女。星野飞鸟是一个多才多艺的演员，有着妩媚与天真烂漫兼备的性格，是扶桑三弦爱好者，出版过个人音乐 CD 专辑。他于2004年参加周刊少年杂志选美而受到关注，还参加过艺人女子室内足球队。2010年开始代言品牌商品，并首次发表清凉写真集，并在同年12月23日发布了首部 AV 作品。整整3年后，2013年12月22日，在网志宣布从 AV 界隐退。和其他女优不同，星野飞鸟在作品中的表演比较真实，像是一个不谙世事的少女，不会做作的表演，过度的妩媚，却表现得异常青涩。她在第一部作品中有落泪的画面，让人怜爱。这组画面在2016年7月份的一次事件中得到曝光，原来他下海从事 F 拍摄是被迫的。2016年7月，湘西校指控前东家 Atonis 社长青木亮利用合约漏洞以及巨额违约金，强迫其下海拍摄成人影片，并在律师陪同下具名控告，同时宣称找到跟他有相同经历的 H 氏。而星野明日香也在其部落格承认他就是 H 氏，并说出被强迫当时的事件始末。星野表示，青木亮一开始诱骗他，要将他打造可以去海外发展的歌手或女优，并设立了4阶段发展计划。星野飞鸟答应签约，想不到第一次拍写真集就被要求全裸，之后更被逼他拍 A 片。青木亮恐吓，如果不出演，将向其双亲索取巨额违约金。星野飞鸟才只好就范拍摄。星野还控诉青木在没有本人经过同意之下，直接把星野飞鸟的身份曝光，让双亲知道自己女儿成了 AV 女优，父母亲因此与她断绝关系。由于工作压力，星野自杀未遂数次，并于2013年12月隐退。隐退后，星野飞鸟开始重新求职，调整心情，树立事业。我关注了一下他的推特，发现他一直都在更新内容，还隔三差五的晒着自己的生活照。照片中星野飞鸟比以前胖了一些，不但增加了女人味，还显得更加卡哇伊。而且他的心情不错，应该是早就走出阴影了，真心的祝福他。メイドさんとかの
シーン。うん。そうですね。とりあえずもう最初だったんで、すごい恥ずかしかったし緊張して、なんか精一杯頑張ったっていう作品だったと思います。うん。